北伐是诸葛亮最后岁月的重要事业之一，魏延则是蜀国后期勇冠三军的猛将之一，而且魏延是坚决主张北伐，坚决主张消灭曹魏的。然而诸葛亮在临终前却没有把北伐的接力棒交给魏延，是诸葛亮不信任他，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以攻为守。在上一集讲到，魏延谋反一案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三国演义》的说法，诸葛亮料定魏延会反；一种是张作耀先生说的，诸葛亮就是要逼反魏延；第三种说法就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一命。然而这些说法，要么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要么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魏延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魏延谋反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把视线再次回到诸葛亮的遗命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下达一个让魏延断后的遗命呢？在诸葛亮遗命的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以攻为守。魏延这个案子里面呢，有一个疑点，就是诸葛亮病逝前召开的这个塔前会议，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就是魏延如果不听命令的话，不肯断后的话，部队自己出发，不要管魏延了。诸葛亮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历史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说，诸葛亮料定魏延会反，这是《三国演义》的说法。《三国演义》是小说，不能当历史看，千万别把《三国演义》当历史。第二个说法呢，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他们的说法，说诸葛亮就没有下这个命令，这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遗命，反正死无对证嘛，口谕嘛，又没有录音嘛，又没有录像嘛，又没有字条嘛，说不清楚嘛。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啊，你还是推理啊，还是猜测，也就是历史学家也是要猜测的，只要你的猜测和符合逻辑，至少就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嘛。但是陈寿也是良史，那陈寿记录在案的事情轻易的推翻，这个里面还是有些问题。那么我们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选择了，就是诸葛亮确实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解释是，诸葛亮和魏延在军事路线上有分歧。那么这个说法有证据吗？有。证据在哪里呢？《三国志·魏延传》。《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是，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征，都提出一个建议，要求分兵，要求自己带一万人走另一条路，然后和诸葛亮在潼关会师，如韩信故事，就像韩信当年一样。那韩信帮刘邦打天下，
就是刘邦带一支部队，韩信带一支部队嘛。但是诸葛亮不同意，智而不许。每次提出来，每次诸葛亮都不同意，最后是魏延认为诸葛亮这个人胆小怕事，魏亮为怯，胆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怀才不遇。你看我这浑身的本事，一肚子的主意，碰上这么一个什么胆小怕事的，不能一展才华，一显身手，愤愤不平。啊，这是魏延传的记载。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它还有一个实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子午谷奇谋。子午谷奇谋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第一次北伐战争。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发北伐曹魏，必须翻过秦岭。翻过秦岭呢，有三条路。东边的一条叫子午谷，终点在什么地方呢？长安。中间的一条呢叫祝谷，啊，终点在什么地方呢？在武功。第三条路呢叫斜谷，终点在什么地方？这在陈仓。那么魏延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说请丞相给魏延10000人马，当中5000精兵，还有5000人干什么呢？运粮食。我魏延带着这支人马走子午谷北上，10天功夫就可以到长安。长安是谁在守着呢？是曹操的女婿，叫做夏侯茂。这夏侯茂是个公子哥啊，纨绔子弟，吃喝玩乐可以，打仗不行的。如果夏侯茂发现末将的军队从天而降，肯定吓得屁滚尿流，弃城而逃，末将就可以拿下长安。丞相自己呢，带着大军从斜谷北上，这样我们两军会合，咸阳以西都搞定了。诸葛亮不听，没有采纳魏延的这个计策，这个就叫做子午谷奇谋。子午谷奇谋呢，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公案，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说这个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两派意见，啊，一派说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放弃了一个大好的时机，这么好的一个计谋，啊，奇袭嘛，完全可以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你把长安、咸阳以西都搞颠了，这个事儿不就弄成了吗？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意见认为诸葛亮是对的，因为魏延的这个计策风险太大了。魏延所建议的子午谷奇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北伐战略，跟当年韩信的暗度陈仓没有区别，全都危险万分。但是打仗贵在出奇，出奇才能制胜。令人不解的是，诸葛亮口口声声要北伐，然而魏延提出的这个子午谷奇谋他最终却没有采纳，因此历史学家们便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诸葛亮过于谨慎，坐失良机，也有人认为魏延的计谋风险太大，无法实施。那么易中天先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他又有着什么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呢？但是我觉得他们算的都是军事账，军事我不懂，我也很难说他们这个军事账谁算对了谁算错了。而我觉得呢，诸葛亮他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家在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首先算的是政治账，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目的无一不是政治目的。
所以诸葛亮肯定是要先算政治账。因此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诸葛亮算的是一笔什么样的政治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目的。他为什么要北伐？他北伐的目的、动机、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出师表》有回答。那诸葛亮出兵之前呢，给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出师表》里面的诸葛亮就锁定了北伐的目标是16个字：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目标是什么？就是把北方把它搞颠了，把曹魏这些奸凶除掉，把大汉王朝恢复起来，让我们的皇上呢重新回到洛阳去当皇帝。这就是北伐的目标。那么我们又要问，这个目标实现了吗？没有。那我们又要问，这个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呢？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曹魏非速亡之国。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接管了蜀汉的政权，这个时候曹魏那边呢是一片欣喜啊，因为他们始终是把刘备当作头号敌人的，所以诸葛亮呢觉得还可以打打主意啊，于是曹魏那边很多人给诸葛亮写信劝他投降，诸葛亮没有给他们回信，但是写了一篇文章叫《正义》，大义凛然地回答了这些劝降的人。在这篇文章里面，诸葛亮提出一个观点，叫做据正道而宁有罪。什么意思呢？就说我蜀汉手上掌握着正义，而你们曹魏是有罪的。据正道而宁有罪是战无不胜的，是一定能够成功的。那么这个话呢，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要问一问，曹魏有罪吗？没有。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民不聊生，这个时候统一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天下统一，人民才能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社会才会安定，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能够平定天下，谁能够使天下重归统一，谁就是对的。那么到了三国时期呢，魏蜀吴三家鼎立，这三家里从正面上说他们都是想恢复天下统一的，从这个角度讲那可以说魏蜀吴都是正道，从反面说呢，他们都想独霸天下，都不让人家来统一，那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有问题。所以魏蜀吴三家不存在谁正道谁有罪的问题，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问，蜀汉就是正道吗？啊，你说你面对曹魏你是据正道而宁有罪，你面对刘表刘璋的时候，请问刘表刘璋有罪吗？刘表刘璋没罪，你为什么把人家地盘夺了？你夺了刘表刘璋的地盘，你夺了荆州夺了益州，是靠的正道吗？所以这个说法呀，作为政治口号喊一喊是可以的，用来鼓舞蜀汉军民的士气也是可以的，
别当真。当真就是书呆子。何况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曹魏方面他自己认为有罪吗？他有负罪感吗？没有啊。曹操他们是很困难，曹魏在建国的道路上也确实是坎坷不平，困难重重。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有罪吗？不是的，是因为当时士族不支持。士族为什么不支持曹操呢？一，瞧不起他这个阉宦遗丑。曹操出身不好，宦官后代，清高的士族瞧不起他。第二，士族不喜欢曹操的唯才是举。什么唯才是举？唯才是举就是不让我们当官嘛。那这个问题曹丕解决了。曹丕一接过魏王的爵位，马上就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保证这些士族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官。通过这个办法和士族讨价还价，达成政治交易，现在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了。所以胡三省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了一个观点，说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呢？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胆小怕事，这是不对的。诸葛亮不胆小怕事，是他非常清楚魏主之名略，司马懿辈不可轻也。就诸葛亮心里非常清楚，曹魏现在的国君不是昏君，将帅都是人才，没那么容易就被你消灭的。这是第一点，曹魏非速亡之国。第二点，益州非进取之地。益州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易守难攻，周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成都平原，四季常青，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所以你到了这个地方，你避难可以，守城可以，出击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你军队都出不去。所以刘备当年在荆州的时候，他是不可不取益州，因为他在荆州呢，他是变成了三明治，是吧？北边有曹魏，东边有孙吴，夹着他，他发展空间很小，他的发展他只能往西走，只能去取益州，这是没有选择的，不能说他选错了啊。但是他进了益州又丢了荆州以后，他就等于既进了保险箱又进了死胡同，崇山峻岭把他围起来了。这个时候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那是可以的，冲出门去图天下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田余庆先生说了16个字，叫做刘备出峡，全军覆没，诸葛北伐，几年无成。就是你楚国只要出兵就肯定是失败。刘备出去全军覆没，诸葛亮不停的北上，什么事都没做成。这个事情他不是谁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这不是人力可为啊，就用现在的话说，非人力抗拒之原因。所以蜀汉政权命中注定只能偏霸。偏霸这两个字呢是田余庆先生提出来的，我认为精准，就不是偏安，也不是称霸，是偏霸，偏移一隅而霸。在这个问题上，温庭筠的诗是说得很准的，叫做中原得路不由人，由不得你，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第三个原因，诸葛非将略之才。关于诸葛亮的才能呢，其实原本是有定论的，没有什么必要来争议。陈寿说得很清楚，也是十六个字，智容为长，奇谋为短，李明之干优于将略。这是陈寿对诸葛亮能力的非常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高于他的军事才能，在他的军事才能当中，治军的能力高于用兵的能力，非常准确，有什么好争议的？之所以有人争议，是有这么一个证据，是据诸葛亮传，诸葛亮病逝退兵以后，司马懿打过来，过来以后呢，巡视了诸葛亮留下的军营，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奇才也。很多人就根据这一句话认定诸葛亮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天下奇才嘛。他不知道司马懿这个时候肯定的恰恰是他的治军，就是说诸葛亮治国是一流的，治军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治军不等于会用兵。对于他的用兵，司马懿另有评价，这个评价在哪里呢？在《晋书·宣帝传》，原文是这样的：亮智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什么意思呢？就他的志向很大，但是抓不住机遇，他的谋略很多，但是没有决断，他喜欢带兵打仗，但是不知道权变，权变就随机应变了，这个权不是权力的权啊，权变的权，就他不能随机应变，他只能规规矩矩打正规战，那一旦战场的情况发生变化，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的难听一点，这等于说他是自大才疏，眼高手低。北伐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最重要的事业，然而他的北伐正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言，是积年不成。易中天先生认为，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原因有三：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那么这三个原因诸葛亮自己清楚吗？如果清楚，他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呢？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这三点他知道吗？这三点诸葛亮他心里清楚吗？诸葛亮是何等聪明的人，怎么会不清楚呢？也许第一次北伐的时候他有点乐观，但是也很谨慎，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嘛，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清楚。好，那我们只好又问下去了，既然清楚，为什么还要不断的北伐呢？你明明知道北伐是不能成功的，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安内必先攘外。有证据吗？有。在哪里？《出师表》。我们去读一读诸葛亮的《出师表》，开篇怎么说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才是他要北伐的原因。危急存亡之秋。那么我们要问，
为什么诸葛亮觉得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呢？是曹魏的威胁吗？不是。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自从赤壁之战以后，后来灭蜀之前，曹魏可从来没有主动进攻过刘备和蜀汉呢。他们发动过一次吗？战争吗？那个时候曹魏是老打孙权的。相反，刘备争汉中，关羽为襄樊，诸葛出祁山，都是你刘备集团蜀汉政权屡屡挑衅，怎么能说威胁来自北方呢？再看看东边有威胁吗？夷陵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就恢复了盟好，但这里面有诸葛亮的外交的这个功绩啊。诸葛亮执政以后，立即实行联合孙吴的这个国策，而且做得非常对，还做得很好，两家关系和好了。威胁也不来自东边呢，威胁既不来自北边，又不来自东边。我们要问，让诸葛亮感到不安的那个威胁来自哪里呢？请大家想想，还能来自哪里呢？只有一个地方，内部。而内部忧患重重的原因，我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了，就因为他这个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所以啊，诸葛亮之忧，忧在萧墙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内依法治国，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有利的，这叫做安内必先攘外。第二个原因，小国更要图强。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是最弱小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要生存，只有奋发图强。你不能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打你。所以《后出师表》说，《后出师表》呢，是不是诸葛亮写的有争议啊？我们顶多说疑似。后出师表里面，诸葛亮，这个诸葛亮打引号了啊。诸葛亮怎么说呢？不伐贼，王爷一亡；围坐待亡，孰与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去攻打曹魏，也是要亡的。大汉王朝也是要亡的。与其坐在这儿等死，我不如拼他一下。如果说这个话，因为《后出师表》的作者存疑，你不能认定是诸葛亮的意思，那么华阳国志的八个字，我觉得是可以采信的，就是以弱为强，有可自保。而且王夫之，那王夫之大家知道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在他的《读通鉴论》里面就干脆把诸葛亮北伐的原因锁定为四个字，叫做以攻为守。而且这个以攻为守呢，包括两个内容，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巩固以存和待时以进。就是说以攻为守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首先我可以守住自己，另一方面，万一在进攻的过程中有个机会呢？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抓住机遇，必须使蜀汉政权时刻保持战争状态，
这是第二点，小国更要图强。第三个原因，理想必须坚持。我一再说过，诸葛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要有一丁点机会，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特点。问题是，诸葛亮的理想没变，而形势变了。就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设计将来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这样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刘备集团能够跨有荆益，就荆州和益州都在手上，然后两路出兵啊，一路从荆州出发，一路从益州出发，而且还要有一个时机，就是天下有变啊，这是很科学的一个很科学的规划。现在这个形势没有了。首先，曹魏为非数王之国，没有天下有变这个条件。另外呢，荆州丢了。所以理想没变，形势变了，形势变了，策略要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必须继续高举汉贼不两立的旗帜，坚持这个政治立场，坚持北伐，坚持讨贼。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做到万无一失。你要知道，诸葛亮统帅的十万大军是蜀国的命脉所在啊，是蜀国的命根子啊。我不能孤注一掷，把这十万大军就投入战场上，赌他一把，豪赌一把。这种豪赌是土匪干的事情，孔明先生不会干。所以呢，诸葛亮是不能采用这个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的，这个风险太大了。对此呢，王夫之也有一个结论。王夫之说，公盖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与魏延备于也。就诸葛亮在做北伐的决策的时候，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有很多难言之隐，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思，是不可以和魏延这些人说清楚的。我不能公开告诉魏延，说不清魏延也听不懂，何况这个时候诸葛亮也需要有魏延这样的坚定的抗曹分子。他因为我现在高举的是汉贼不两立，北定中原，还于旧都的这样一个旗帜，我也有人打先锋啊，有这么个愣头青天天说要灭曹魏，不是很好吗？我干嘛跟他说穿？通过以上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不难看出诸葛亮的政治账是把蜀国内部的矛盾转移到战争上，然后靠北伐来振奋蜀国的士气。更重要的是，诸葛亮一直对他的政治理想耿耿于怀，不肯罢休。而作为蜀国后期唯一的猛将魏延，很可能就是他死后的北伐继承人。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在临死之前没有把北伐的接力棒交给魏延呢？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诸葛亮临终之前为什么要跟杨仪他们说这个魏延恐怕是不会听命令的，他要是不听命令，你们走你们的，别管他。为什么？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就因为魏延是个坚定不移的抗曹分子，不但不是反贼，而且是坚决的抗曹分子，诸葛亮料定他不会放弃北伐，他一定还要坚持打下去。而且诸葛亮很了解魏延这个人，这个人呢自命不凡，自视很高。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老觉得不得志，仗没打过瘾。但是诸葛亮威望太高，他没办法。现在诸葛亮去世的什么杨仪啊，什么姜维啊，
啊，什么费祎啊，这些人你还镇得住魏延？魏延听你的，他才不会听呢。那只好让他去，没有办法，留不住嘛，挡不住嘛。所以诸葛亮的遗命说得很清楚，若言祸不从命，军变自发，就你们走你们的，不管他。没有说魏延如果不拼命命你就杀了他，因为诸葛亮心里很清楚，魏延绝不是反贼，只是没办法而已。因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赶快把大军撤回成都，把蜀汉政权保卫起来，只有保住了蜀汉，将来的什么心腹汉室还于旧都，那或者还有一丝希望。你如果连蜀汉都保不住了，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为了顾全大局，这个时候也只好说随魏延去吧。这就是诸葛亮一片良苦用心，我认为。他临终时候想到的就是保住蜀汉，但是诸葛亮去世30年后，蜀汉还是亡了，而且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国是最早灭亡的。那么蜀汉为什么又会最早灭亡呢？请看下集无力回天。根据史记魏姬武安侯列传的记载，失势的外戚窦婴和落职的将军灌夫虽然想结交丞相田汾，但却在一系列事件中得罪了田汾，双方结下仇怨。但灌夫因为握有可以置田汾于死地的重大把柄，双方的冲突暂时平息。那么事情为什么又会急转直下，最终导致窦婴被杀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窦婴之死。